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？吃饭，喝酒。你现在都不掩饰啊！人家是大市长，我是小队长，那是领导叫值班，能不来？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，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？你是我认识的李晓，你真了解我吗？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？问你话呢？你疯了吗？ 别在城市身上瞎耽误功夫了，白费力气，他就是个小角色。他杀人了吗？没有，社会危害性小。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？赵立冬，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？ 购物卡、加油卡、会员卡，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，你疯了吗？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，你缺这点钱吗？这是张长卷！我爸爸做的事儿越多，他们越相信我，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。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会毁了自己的。 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去继位，我可以给你作证。你如果喜欢吃汉堡，那你好好挣钱。如果你有足够的钱， 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。你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？我跟他聊，人要奋斗，要努力。这不叫奋斗和努力，这叫激发别人的贪欲。有了贪欲，就控制不住自己，控制不住自己，很有可能就犯罪。他是小孩子，不要这样对他。另外，小朋友。 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？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？我就烦你这种人，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？我真没有给他讲，我应该是在给你讲，听不懂是吧？那你还不如小孩子。来，小海，嗯，叔叔问你啊，这里呢有一个汉堡，这里是一堆汉堡，吃不完的。 你选哪个？谢谢叔叔，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。谢谢叔叔，叔叔再见。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？哎，你们先控制好局面。 我马上就到。安吉，给我走。怎么了？莽村的工地被强拆了，伤了十几个工人。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，孟玉是昨天晚上9:45左右离开家的。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，然后就匆匆走了。谁打的电话？
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，附近没有监控。接着说，孟玉，这是9:50的录像，出租车车牌号海利 T3207。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，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。是，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，这个时间是昨晚10:20。后来呢？没了，他就是在梦园酒吧失踪的，没监控。见过这人吗？见过没？没有。行不行？你呢？你是这儿工作吗？不是。没有。见过这人吗？没见过。是吧？确定没见过啊？确定。见过这人吗？哎呦，警官你好，怎么了？这是，姓名，你是负责人是吧？哎，对。这个姑娘有印象吗？啊，这有，这姑娘吧，昨天晚上10:00啊，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，自己一个人坐着，谁也不搭理，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。哦，对，我。这个他走之前吧，把这给了我，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，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。为什么没打？这个没当回事儿，当时。他几点走？2-3点钟。哎，对，就从那儿走的，后门，通厕所这边。他常来吗？他经常来我们这儿。昨天来了吗？昨天就在这儿，哎，就在你后边那桌，哎，那边。什么时间走的？什么时间？哦，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，哎，也从这儿走的，警官，也从这儿走的。哎，罗爷。哎，警官，没我什么事吧？你知道你误了多大的事情吗？现在还没有犯大错，抓了你，最多就是批评教育，你不能颠倒的。
不对，四哥跟我说了，你看到我和四哥了。四哥说，要么你是，要么我们俩是。对不起，我真不想让他。这样，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，然后你去自首。不用。我没有让你把他弄死。再说了，你这不有证人吗？我可以帮你作证啊，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。人来人在叫，什么情况？院子里有条狗老叫，我拿块肉让它闭嘴。干什么呀？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，万一你折了，我能给你上个后。要去就快点。哎，师傅，钟阿四的资料找到了。你等一下，佳。他本名啊叫钟奎，是个刑满释放人员。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。现在没有固定住址，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。哎，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？通知了，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。好，我们也去那儿汇合，咱掉头吧。嗯。还他妈在那磨叽呢，啊！我操！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吧？四哥，我是怕弄你这一地血，明天收拾不方便，警察来了也不好。那就勒死他，拉出去埋了。动手啊！动手！好。怂样？怎么，还是不敢动手？非得我来是吧？啊！敢阴我？四哥，我错了！四哥，跟我他妈耍花样？我回来！四哥，四哥，我错了！四哥，别杀我！是他让我杀人的！四哥，都是他！天上雪也没办法呀，明天再收拾。陈瑶，黄瑶，小瑶瑶，嗯，好好读书，听爸爸的话，以后我们再见，好不好？师傅，
稳住。我们先走，有急事啊！慢走啊，安警官啊！回头见。好嘞，好嘞。放开了！怎么了？警察，我警告你一次。怎么了？退了。哎呦，安心，你来的太好了。我啊，想过来看看李宏伟。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，不会吗？我们后面有合作，我想缓和一下关系，送个果篮我就走。谢谢啊。哎，你看。安警官是自己人，通情达理。你们看门都不会看，谢谢啊，安心。给你们普下法啊，这叫警戒线，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，永远是安全的，懂不懂？是不是？向昌，你赶紧给我查一下，高启强、高启胜、陈树丁还有他们儿子高小晨，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？哎，对，对，机票、火车票。机场派出所，如果他登机的话，之前给他扣下。老高，安警官他们来了。小龙，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。什么事儿？Hello 啊，安警官回来了。那你们聊。哎，最近很爱我呀，啊？你弟弟去哪了？哎呀，什么？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？你问他，你问我干嘛？他订了两张机票，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，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。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，你应该就问他们啊。小生一向很听你的，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？他要是听我的，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、啊？让他回来，给他个机会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，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六年前你也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，幸好我没听他的。听我的会怎样呢？听你的？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，哪有这样的家呀？啊？你要真听了我的呀，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。安叔叔好。安叔好。你们好。小雅。嗯。你刚才叫的叔叔叫什么？安叔叔啊。你怎么上他叫安叔叔的？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。你当时在？在啊。你们谁呀、啊？谁来了？
铐上，把手铐上，快点！被子里是什么？掀开。站开！把枪拿出来，扔出去。李宏伟在哪儿啊？他死了。什么时候死的？两天前。怎么死的？自然死亡。骗谁呢？没骗你。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。我们安排的信息。我想能不能封锁他已经死亡的消息，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，就说李宏伟正在好转，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，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。明白。这下行了吗？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？你的任务完成了。我还出得去吗？我不管他是死是活，把尸体给我拖过来让我看见，就给你五分钟时间。我，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。杀你！我要见李宏伟。下面谁在？我是张彪。现在马上，立刻，把李宏伟的尸体从太平间推上来。知道，知道。老莫，听到了吗？你先答应我，第一把枪放下，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，然后你跟我们，踏踏实实下去，什么都来得及，我们去谈好不好？没时间。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，你下去了。办假证的戴永强，收废品站的钟阿四，莽村的李顺、李有田，都是我杀的。李宏伟呢？你们快点儿！机会见到我女儿，千万别跟她说，她妈是个坏人。哎，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，像我一样。你跟我们现在下去，你自己跟你女儿讲，我又不是她爸爸。李宏伟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我还杀了两个人。想不想知道是谁？是谁？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快点啊！你想不想知道啊？快去，快去。再近点儿，没时间了。徐江认识吗？我杀的，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。哎，是一个警察，叫曹楚。人
3.35分，确认死亡。翔，不是故意报的警。什么？去救大四爷。同志，快啊！我打电话报的警，我报的警。为什么贩毒啊？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。好，可以。这边，这边。那不好意思，这边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。啊，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。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，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。高启强是个人物啊，安心，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，现在时候到了。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、材料，都写成了举报信，寄到省里了。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，没有任何回音。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，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，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，手机关机，也没去单位上班。可能下一个。就轮到我了，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，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。如果你收到这封信，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。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，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。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，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。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，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。我对不起这身警服，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。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，购物卡57张，总计18万1000元，都在这里了，一分没花。赵立东十分谨慎，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。事实证明，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。我知道，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，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。兄弟。京海市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，这个咱们也得填啊。不光是咱们，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，都得填。自工作以来，是否以任何名目？收受企业财物，如有收受，
需写明次数和金额。这是要查我们啊？没看新闻吗？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。那都填否就完了呗？哎，不行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，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，如有查出不实信息，所有处罚罪加一等。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，最多给领个处分，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，可能就直接开除了。哎，我估计啊，怎么填，我们还是好好想想。安心，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，见到你却说不出来，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，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，让我无比心疼。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，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。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，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，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。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，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。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，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，也推荐了你，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。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。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，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，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。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，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。安心。哦，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。政法委书记安长林。对，我做了背景调查，是个可靠的同志，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。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，不仅解救了人质，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。那是20多年前了吧？对。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。嗯，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给我看看。嗯，现在是科级，混得不怎么样啊。人我估计啊，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。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。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，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。那怎么着？请来见见。见见吧。安心啊。哎，等。安心同志啊。哎，他，哎呀，你好你好，请坐吧。为什么骗我们？骗你们什么了呀？哎哎，那麻袋找着没？天那么黑，离得又远，埋的是人是羊？老实交代。好，我说实话，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。请进。组长，安心来找您。来，来。我不是我们单位宣传科吗？今天呢，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说询问我们单位
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。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、刑侦呢，都说不知道。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，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，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，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，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？人是我们抓的，哦，借你们地方用一下。明白明白。现在还在调查。嗯，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，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。哎，你看。他们去做什么呀？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。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，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，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，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。哎呀，我呢胡说啊，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，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，你当天抓捕我的人当天就得放。哼，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，今天晚上不能放人。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。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。据我的了解呢，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，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。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，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，相信指导组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拭目以待。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，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。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。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，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，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，一定要遵纪守法，做一个好的市民，我们要回馈社会。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，通过这次事件，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，更加的团结。江彪，你帮我个忙，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，具体情况我信息你。说六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，受害人叫江鹏，江鹏这六年来一直在上访，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，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，然后我乱说的，试试。一直有一个问题，我是京海的警察，你们信得过我吗？我们调查核实过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？其实我理解大家，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，就跟人翻脸，那往后的路怎么办？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。好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这一天，我等了好久。
小子。哎，哦，来了，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。哎，安心同志，大家都熟悉了吧？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，首长。安心同志，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，将715专案提级办理，成立新的专案组，经省公安厅、京海市公安局推荐，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。怎么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，现在告诉你了，大退三步。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，我这个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，是吗？安心同志，我们大家经过讨论，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。哎，表示表示。怎么样？帮你们的忙呢，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，可以吗？什么请求？你们先去找他，找完以后，咱俩再单聊。哎，坐下吃饭，吃饭。忙得很，走了。行，保重啊！你记得吃饭啊。这小区挺气派呀，这是我们市中心嘛，所以这房子也是最贵的。在这儿吧。是你们，我都说了不举报了，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？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，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。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，你们找别人去。顾勇，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？是。什么条件？和王帅和解。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，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，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，我向你们道歉。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，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。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？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，我们要走了，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。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，如果隐瞒情况不报，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行了，走吧。你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嘛？争取什么呀？你见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，还能去指控王帅？我就是想告诉他们，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，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。他们不会害怕的，为了维护这套房子，也得维护强盛集团。出手蛮大方啊。可以啊。王帅，他们家失火之前，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，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，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。亏了你提前安排，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。我要不安排的话，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。我分析啊，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，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。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京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了？能问出有价值的吗？我觉得悬，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。这什么呀？
我这也有，我这也有一张，哎，我这也有一张，我这有。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？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。欢迎致电京海强盛集团，咨询请按一，商务合作请按二。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。强盛集团，你敢信啊？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，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，让我们知难而退，他还想干什么？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，前几天呢，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，但是我当场拒绝了。现在看起来，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。哼，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，也容易啊。把他带到这儿来，阿基。嗯，先聊呗。吃饭咱就不去了，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。那个安全问题你来安排。石老板，你死定了啊，你还有这业务啊。唐总慢慢挑啊，辛苦了啊。好，来，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。快点。科长好，哎，科长好，哎，科长，科长好，安队长好，来，安队长，您张彪队长呢？来，哎哎哎，哟，哎，领导来视察来了，去，帮我跟一下，想问你点事啊？知道，教育整顿吗？不会来整顿我的吧？就是。现在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少了个赌场是吧？啊，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控制的。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啊，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，没有证据。嗯，你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？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！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？别乱猜了。怎么样，沈的？叫石磊，嗯，种业公司的负责人，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。嗯，人在哪儿？带我看看。放了，不到一天就放了。什么都不说，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，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，不放怎么办呀？你们刀哥呢？不知道，今天没看到刀哥来。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，闻见咱们的味儿了，还是有人泄密啊？后面人跟紧了，跟着。张彪，怎么了？电话干嘛？你的呢？没电了。另一个，什么另一个？电话另一个，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。别开玩笑了。没跟你开玩笑。怀疑我？我还怀疑你们呢。这行动，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？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。要是怀疑，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。要不，就是我带来那几个，回去好好审审他们。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，有几个刚调上来的，不太熟悉。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，来抓唐小龙这件事，
我只跟你一个人讲。给我下套是吧？唐永伦根本就没在这儿，是吗？很遗憾，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。凭什么针对我呀？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？再说了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我手上有一本账，记录了五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，你现在要看吗？电话给我。安心，其实今天我。怎么处理我呀？记过、开除，还是判了？这不归我管。上铐吗？今天不用，先配合调查。最后再求你件事儿，师傅。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，这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。有人怕你，有人恨你，就是没人喜欢你。当这个队长也累，对不起家人，也对不起自己。走的走，散的散，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，只剩下我们了。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，我也不配。我只能保我自己，保我自己的家人。唐小龙，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？别替我找借口了，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。就恨你们这帮人，现在知道底线了，知道守住了。你当初干嘛？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？现在知道擦了。你擦得干净吗？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？根据群众的举报，专案组进行了摸排，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。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，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，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。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，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。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？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？他的岳父任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？怎么查？谁去查？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，还是让安心同志去。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、杨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。哎，杨局，啊，杨局，哎，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？啊？啊？怎么了？我不打电话呢？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你？你跟我说一声啊！我说了，没准都不让我进来呢。
说什么事？吃饭。说正事。就吃饭。你说话没良心啊！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，是不是都拒绝我了？为什么？忙啊。你忙我忙。您忙您忙。吃吧。啊，走。怎么，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？通什么？过来跟我干呢。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？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？你有了钱，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？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儿干了，调了，借调。哪儿？省里派来的专案组。是吗？嗯。哎呦！哎。阿仙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路上耽误了一会儿。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，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。看来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。你少拿我打岔，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，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。哎，老杨，嗯，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？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？哟，说明孟叔想我了呀，啊？行，那我这合适吗？嗯，你说合适吗？哎呀，那是安排一次，安排一次。那行，孩子呢？阿姨带着呢。啊，那个今天没点酒啊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二位啊，百年好合。你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，干嘛？找我们有事儿啊？冰雪聪明，真有事儿，求你。求我？嗯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长盛集团唐小龙啊，被我们抓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，帮我们宣传宣传。一会儿再聊吧，把菜点了。我这是正事。行吧，孟主任。行，我知道这个事儿，领导已经安排过了，你放心吧。你们逼我也没有用。鹿晗这个小伙子，一个大活人，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继续幸福下去，走。安警官。喝一杯，行吗？服务员，拿瓶啤酒。七年前，我从丽水县调到京海市，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。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，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。啊，来喝水。哦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在京海还适应吗？啊，挺适应的。嗯。啊，你和同志们的关系怎么样？嗯，挺好。嗯，就是没有特别熟的。哈哈。啊，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，你对他是什么评价？他，我觉得他年富力强，有冲劲儿。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。竞争对手？这副局长的位置呢，空了小半年了，该安排个人了。我？啊。合适吗？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。
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，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。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在供电局里挖窟窿，性质十分恶劣。哎，何师，哎，你是技术人员，嗯，这个副局长非得莫属。可，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你怕什么？那段时间，供电局里风言风语，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，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。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，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，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。这是干嘛？交个朋友吗？交什么朋友？这么贵？拿钱做我的朋友，还是继续竞选？你选一个。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。那就是跟我做敌人啊。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，对。王丽，滚出金海！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，李想天天忙他的，张彪不待见我，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。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，鹿晗。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，他就好吃这个，我是一直不爱吃。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，一失踪就六七年，哪儿去了呢？那大同志没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，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？那等到合适的时机，呱蹦出来，然后吓我们一跳。没你这么顽皮。那最受接口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，你知道啊？有点印象。没有点印象。受害人你们同事吗？王丽吗？哪个王丽？电力局啊，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。副总工，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？啊，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。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，我就当上了副局长。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，当了副局长，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？你说喝风喝顶啊，怀疑我啊？两个老战友，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，有问题吗？扯那么远。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，我当时就是听说了。那也就是听说了，跟你无关、啊，跟我无关、啊，毫不知情，毫不知情，从未参与，从未参与。哦，那你对警徽发誓？我不是警察，我没有警徽。来，对着字儿，来，发个誓，来。
我发誓，毫不知情，从未参与。信你。回来了。非常不好的消息，王丽失踪了。她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，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，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。你什么意见？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，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。唯一的理由是，有人想把金海的水搅浑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，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。王丽是谁？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啊。不，跟我没关系。把嘴里东西咽下去，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。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跟我的判断一样。现在啊，我是四面楚歌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到我的头上来。好像啊，把我整死，你们就能结案了。你呢，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，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。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，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。哇，你要说别的事情，我还能陪你聊一聊。你说这个叫什么王丽的，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。小兰来了，对吧？还有一个。最近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们什么？回头再讲。开玩笑的，赶紧去吧。好。是打了挺久了，奶茶都要凉了。我这个还热呢，我们两个换。不用，我都已经喝过了。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？甜呗。不都说嘛，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。那不就是骗人吗？不是。是妥协。你好，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，接到有人举报，在这里有人吸食毒品，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。我又没有吸毒。警察同志，
你们要抓的是我。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。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，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就像你当初一样。我们是省专案组的，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。吸食毒品是个误会，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。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，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。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。什么？我真的戒了，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，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，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。你可别跟我撒谎啊！千真万确啊，商店地址告诉你们，你们可以去查嘛。虽然它是三无产品，但它的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。所以安心，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，你就过来陪我演戏的。我就是在赌啊，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，赌赢了吗？禁毒队待几年了？十年。我跟你们回去。谢谢配合。我先打个电话。行。喂。找到杨建了。和马涛在一辆车上，目前正穿过市中心，很有可能持有武器。等他们远离市区，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，清开一段路，随时抓过来。是。陈武丹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要离开静海了。去哪里？北京。医生说了，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。明天走啊？几点的航班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这个带上。这什么？钱吗？穷家富路的，又要看病，又要照顾孩子，要吃要住，哪里都需要用钱。我一个人也花不了。拿着。就光给我一张卡，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，你这有没有诚意啊你？1975/96，你生日。真有钱，我用不着你给我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。好。在京海，继续做一名好警察，照顾好自己，注意安全。安心，我们在服务查了，我哥被刺残了，你快来！
强哥，你怎么了，强哥？快点！强哥，来救！强哥，来人了！将军火车，快点！将军火车，快点啊！快点！强哥没事吧？强哥！强哥，你们有什么意见？有什么看法？说说。这个地方好啊，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。不要贼喊捉贼了。说明白点。我叫人去香港打听了，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，不是杀人的酬金，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，那个死变态。蒋天，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，别求我。试试看了。好啊。哎呀，行了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玩什么聊斋呀？高启强，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？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。我有个提议啊，与其除掉我，不如合作，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。丢了一个合作，合作，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？把腿拿下去！像什么话呀？什么地方啊？啊！好家伙，一个拍桌子，一个上腿，你们不如动动嘴。干嘛呀？弄个剑拔弩张的。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？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？我的意思啊，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。至于怎么除掉，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。我听领导的。想明白了要自首吗？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，他找过你吗？没有。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了？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。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，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。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，你也帮帮我行吗？宅，采砂厂那边怎么样？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，他们找不到线索。高启强的妹妹、儿子失踪了，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？怕我们找到他？不急啊，你要找到他们。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。有线索吗？我把胶片出来。来过，
你妹妹和你儿子不起我绑的，小蒋啊，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，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？我一个从香港找人，你儿子不起我干的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，你千万别求我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去自杀吧，到市政府门口去。什么？你不很嚣张吗？害怕了，给你两条路选，你去自杀，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，你选哪个？动手之前，记得帮我留封信。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"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，投诉无门，悲愤自杀"。这样一来，舆论就会四起，指导组只能灰溜溜离开金海。那我会很感谢你的。卑鄙！你卑鄙！我卑鄙吗？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，对吧？现在是7点，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。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，否则。你等着看。8点半，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。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，指名给您的。枪怎么回事？阿姨，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，我也不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儿啊。枪的事情我来处理，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，把他摩托车拆了，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，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，听明白了吗？2014年2月28，20:33，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？应该是228枪案那天。树倒猢狲散啊，满满的证据全都出来了。您这一回来，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，开始土崩瓦解了。现在证据已经有了，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。是。你们这视频哪来的？这不是你该关心的。回答我们问题。下贼难防。加油卡30张，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。这就是李想同志留下来的。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。是。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，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，叫谭思言。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，但是那个人失踪了，2006年失踪的，大概在2005年前后，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，但是都没有回复。所以您想，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？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，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？哈！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呀，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，很难交到朋友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，生怕说了一句话，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。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，没办法，职业使然。无论是同事、师长、战友，只要是有问题，
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。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，我也信任你们，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。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谭思妍失踪是2006年吧，2007、2008、2009这三年，一直有人在报案，报的就是谭思妍失踪。那报案人呢，叫谭兵，是谭思妍的父亲。2009年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的举报吗？没有，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，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，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。能找到这个谭兵吧？如果能找的话，我们马上展开调查。这个人啊，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你二位。兄弟，你放了我女儿，要多少钱我给你。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？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，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。回去收拾你。小峰啊，高家人已经走了，可以动手了。我给你两个选择，如果是像蒋天那样跳下去，要么就他跳下去。不要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跳不跳？兄弟，别！喂，兄弟，你先放了我女儿，我们再商量，行不行？别动！别动！阿信，救救我女儿！谁都不用跳，来下来。你别动，把刀放下。霍阳，不要怕啊，你把刀放下。放下。瑶瑶，有爸爸在。
为什么要救我？ 你是我女儿啊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怎么了，瑶瑶？ 警官，我要举报，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。